花溜里脊是一道川通鲁菜，它的特色是肉片颜色洁白，花嫩鲜香。怎样才能让肉片经过花烫煨烤依然保持软嫩呢？今天就跟大家分享这道花溜里脊的做法。食材非常简单，水发木耳，水发冬笋，净瘦猪肉一块，先把笋尖切掉，再对半切开，然后找平改刀切成长方片，别切太薄了，稍微厚一点扣。一道颜色雅致、鲜鲜花嫩的花溜肉片，解就得了。